次的求诊之下呢，医生告诉我在我左边的卵巢有3公分大的这个巧克力囊肿。于是我在27的祷告里面带入了认罪和悔改，悔改是自己没有珍惜和把握神所给我的一切恩惠，并在4周之后呢，食量就是莫名的减少，然后对这个甜食的喜爱也减少了许多。那在一次的复诊之后，医生告知说我的巧克力囊肿缩小了 0.5 公分，真的是非常感谢神奇妙的作为。